搁多少？做广告嘞，交半年多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要去？请我去，我做广告是啊。哈哈哈哈我中介跳哦！我中介跳哦！中哥！我不跳！家里知道呢？家里知道了。我不看。啊，你好嘛！啊，你好嘛！先生，打了我这么，这不行。打。搁多久啊？哎，你说，做广告先。我们给你先弄哪天呢？我那个礼拜十二到广告，你怎么搞？你怎么跟我老去领导啊？去领导呀！哦，请发那个中国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老难道知道他中二啊？到中中一点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老是中啊？怎么没经济？一起说给了。古啊，都太笨了，多少？古都太笨了，多少？嗨，跟我来叫嘟噜。你怎么了？那么不考虑叫嘟噜这样？吃饱饭再摸嘞哦。啊？吃饱饭再摸嘞。喂喂。叫嘟噜多啊。太壮观了！看，有个灯光，还放心了。